也就翻过去吧。来，这样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，来自我们满汉全席的大猫。来，张国老师，把这位嘉宾轻轻地抱上麦去。这一位终于不是我的姐姐了，第一次见啊，第一次见，应该是第一次见。这次在歌会现场见到我们二麦的这位歌手 ，Hello。Hello， 主持人好。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纷纷开始喵喵的叫着。非常可爱了，真的是，很清澈的一个男音。有点感冒这样，对。没有没有，感冒音也挺萌的。谢谢谢谢，你也很好听，声音。啊，是吗？对。啊，所以。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现场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有一种含蓄，对，就是见面不管怎么样先互吹一顿。没有没有，我说的是真话，我们都只说大实话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麦序时间留给我们的猫猫。好的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满汉歌手大猫，哦，乐团歌手大猫，然后先唱歌吗？还是先讲话？会不会唱歌先唱，唱完以后再说啊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先为大家带来一首《特别的人》，这样子。字幕宝宝可以唱了吗？谢谢宝宝，可以了。好的，辛苦。只想要
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唱完了，这样子，然后在这里预祝我们的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正常，喂，好，祝我们的这个午夜星越南发音字幕组团体能够蒸蒸日上，然后今天的歌会圆满成功。好的，也谢谢我们的大猫，还有你们家的51码子也是很可爱了，真可爱啊！很给好，力，你们超可能给力的。啊，我要给越南朋友解释一下"码子"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女朋友的意思，可以这么说吧？好朋友，好朋友啊啊！你这孩子，你这 good friend，刚刚怎么讲 ？glow friend，glow friend，good，glow friend。Glow friend, friend, glow friend, yeah yeah yeah, glow friend, 好吧 ，girlfriend, 没毛病，就对女朋友的意思，好吧 ，girlfriend, 是 ，go, 好 ，good friend, glow friend, 我知道，我懂的啦，真是的，我这个英文水平还是很厉害的。好，声音也是谢谢我们的大猫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大猫，可以点一下他的关注啊。我也没看到他的群，也没看到他的微博，他的微博好像叫大大贤啊 ，big big 贤。叫大大闲事，那在这儿欢迎大家。对，我在这里，我想就是正式的祝福一下，因为我今天大概才知道，对，这个全都是越南的朋友们的字幕组，真的很厉害啊，有没有？对，我也觉得很厉害，超级厉害、啊。外国朋友，我第一次知道你们已经红到国外去的时候，我是震惊的。你们现在是 international boy， 你们现在是国际友人，you know， 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两国形象。是，然后谢谢大家喜欢我，记住我，对，辛苦，对，感谢每一个午夜星越南字幕组的朋友、宝宝和工作三个国家。哦，还有哪个国家吗？三个国家，嗯。三个国家，中国、越南，你也是海外啊、哦？可以，那我们今天真的是 very international， 特别国际啊。very special。好的，也希望我们的大猫可以红遍中国，红到国外，越来越棒，越来越火。谢谢我们的大猫，感谢。祝你越来越漂亮，声音越来越好听。啊，谢谢，真的是就爱跟你这样的歌手说话啊，就非常棒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互相恭维下去了。也祝所有频道的宝宝们能够好运常伴，然后越来越漂亮。我们要可以收了，我们再这样子吹下去，我们下一位嘉宾上不来了，真的商业胡吹，好就这样子，什么商业互捧。谢谢对，好，谢谢我们的大猫，非常可爱的一个男孩子，谢谢导演，好，辛苦了。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好，来，长空老师把我们的大猫轻轻的移出麦。